早前啱啱喺美国结咗婚嘅 MC Jin 喺出席活动时表示，已经好想做老豆啦。但系讲到同老婆系咪已经不设防嘅时候，佢就言依讹讹啦。我反而你问咧，我第一样嘢就系谂紧咩咧？谂紧外父睇报纸嗰阵时，你个衰仔，你呢个可以写嘅，因为真系你话你反而话我系啊。怎樣說呢？這件事之前我不懂答，不懂答咯，你說那我尊重我太太都不會亂說，我不明白，我真的不知道別人怎樣答，我真的。同場的琪琪就說女女很有藝術天分，而同老公任達華呢就做好分工的工作。即我屋企咧就是老公做负责艺术方面的嘢，即系带同女一起画画啦、游水啦、运动啦，即系教佢影相、教佢画画。咁啊，老公都会为咗我嘅女兒去特登去学钢琴，即系呢啲，我就负责睇 Ella 嘅中英数，因为呢个嘢都要睇噶。